身度，亚历士身度，整脚直线。好嘢啊！啱先话失咗个波啫嘛，又即刻攞得翻。射门啦、啊！叫做暂时解除威胁啦。尼玛，法宾奴，亚历士身度，连前锋咧都翻翻去后场度帮波啊！哇！佢系咁埋去追波咧，真系好值得欣赏嘅。因为好多前锋咧都唔肯咁做嘅。传个波入嚟，球正吹鸡，犯规啊！射啦！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呢？试下呃埋，有机会入波。呢个波救得靓啊！哇，救得一流啊！呢个波反应够快先可以做到啊！佢哋揀開個短嘅，射得埋門嗰下啦，有波入啦，有翻啲突破啦，呢個波射得靚咧，就係因為控落嚟咧，好似已經完全知道曬一間點做嘅。场边未入场嗰啲球员咧，就好似冇咩反应啫。不过断估佢哋都应该几 happy 嘅。法宾奴、亚历士、迪尼斯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尼玛呢球波真系应该入噶。啊，攞个波就完美啦，一级水平。可惜射波嗰脚就三级。2 added minutes has been indicated. 直接長傳，哦，上半場完嘅噃，兩隊只係相差一球啫。其實領先嘅都未算穩陣啦，落後嘅都唔係冇得追嘅。我諗球員同埋球迷咧都好滿意而家呢個比數嘅。問題就係可唔可以 keep 到完場嘅啫？塞爾維亞攞到今場暫時唯一一個入波，場波依然係好緊張㗎。下半場開始，塞爾維亞喺下半場開始嗰陣就領先嘅一球嘅。
力士身度，睇下边个队友可以接应。亚力士迪尼斯、范宾奴，完全怕同人碰撞嘅，呢一下够晒睇头啊！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，呢个球员啊一啲都唔怕挑战嘅。范宾奴喺界外球，杜力石。The attendance for this match was 80,113。在右路突破到了，现在会怎样呢？尼玛脚法很好，这个波传不传到出去呢？范宾奴泰华尼斯，这下应该都被球惩罚的了。球证判得都挺松手，不过应该都是最后机会的了。这球波真是自作自受，成班队友又不集中又沟通不好，这样结果搞出了个大头佛。Substitution。有没有机会啊？哇，靓到爆啊！这样的入波好难得啊！哇！他们又上回来了，这个真的不是成日看到的。这些世界波他射得出的话，龙门救不到都没扶。够晒睇头啦啩！喺呢场比赛咧，就冇人可以估到个结果嘅，一两支都系劲旅，好难讲到边队有优势。马昆龙斯踢走个波，话呢啲时候咧，有经验嗰啲球员要负多啲责任啊嘛，唔可以就咁简单就失咗个波嘅。卡斯米路，是时候决胜负了。 hold 住咁耐，但系完全冇结果嘅，快速进攻啊！一下睇嚟似犯规，系啦，冇错啦，强直吹鸡啦。Substitution for Serbia, number 17, Filip Kostic. Coming on the field. 射入啦！入波！入波！入波！哇！太熱場嘅氣氛好到，呢一球波咧就唔係苦碌㗎。你睇佢入波前嗰個企位啊，就係為咗應付呢啲情況嘅啫。你睇佢有成個獵人咁盤嘅，攞波又快，起腳又快。教练呢一个换人决定做得啱啊！啊，后备上就系有咁嘅着数啦，其他人开始攰啦，佢啊体力上有优势啦，换得啱啦。塞尔维亚领先一球啦，而家要做嘅就系守埋落去。
球迷们不要走住，比赛尾声通常都紧张刺激的嘛，会不会有意料之外的发展呢？完场的鸡声响起了，蔡尔维亚赢一球啊，和波可能合理啲嘅，不过赢几多球都是赢啫。蔡尔维亚嚟到最尾尾先至话搞掂，真系犀利啊！其实他最后能够赢得到咧，完。